2022年的产香红葱头产业文化哦，啊，就是咧推广咱七股的红葱，因为咱七股的红葱是台湾全省。台南、是占台湾全省的93%，七股是占35%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红葱头是咱这台南出来，所以就是要推广讲咱七股的红葱，让大家知道。啊，还有阮今仔有办迄体验营，报名去体验阿妈阿妈阿妈红葱人安那种的，还有准备一挂迄种红葱头丝木鱼粥是咱地方标，或咱这个乡亲上介好，伊伫咧看咱上介好一个物件伊对咧心肺更，啊个对咱这個、对身体上做个物件，尤其伫看咱个时阵，啊咱台南海区才是咱全台湾红葱头品质上介好，而且嘛是产量上介一个所在。今年咱市政府办足济活动，希望就这個好个物件，要介绍咱全国乡亲朋友吼。包括咱有迄个做加工，嘛包括咱有咧做青叶红葱头，咱摕转去厝边咱料理使用。啊，咱今日伫七股办这个红葱头的商业分活动，佫会带咱的乡亲朋友、市民朋友去啊，让恁知影红葱头种的情形，啊，甲烤起了，啊，来到迄咱现场要做披萨，甚至咱有红葱头，交咱这现场，咱这七股的迄个沙白鱼来做这个料理的结合。将这好的物件，尤其是这关咱的季节，分享给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会当来多多采购咱的红葱头。这天公伯对咱上好的物件，大家用嘴来支持咱。